宾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们，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罗超哥，谢谢你们。今天呢，是歌手们在有个人的个场来讲，今天晚上是我在台湾第180场的个人演唱会。哇，真的是一种成就啊！谢谢，谢谢。今晚呢，也是我在歌坛倒数第二场的演出，心情呢，是非常的，怎么说啊，好奇怪的感觉，百感交集呀、啊，然后情绪也蛮波动的，虽然呢，我一边唱着歌曲，快乐的在我的人生脚步上，那么我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个蛮这个淡定。很喜欢云淡风轻的一个灵魂，纵然心中有很多的不舍啊，舍不得观众朋友，舍不得我手上的这支麦克风，而且对未来的生活，如果离开了他们，还有离开了各位的掌声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。跟各位聊聊，我真的心里有点沉甸甸的，而且不知道真正离开了各位朋友，跟离开了我最爱的工作。心里呢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失落的感觉啊？这个可能日后就要自己去体会跟领悟了。但是这一路走来，在我的回想当中，都是幸福甜美的，都是各位给我、你们给予我的很多，像这掌声啊，让我在这条爱歌唱的道路上，像散步在花园中一样。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美满啊！虽然如此呢，今晚就将在告别的前两场了，我依然在这谢谢各位朋友，大家来到现场，你们让费玉清有这个机会，要当面的跟各位说声谢谢，还让你们今晚来到这儿，让您破费了，再跟您深深的鞠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